姚明好像天生好打人脸。之前是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中国足球篮球都不行这个问题时，以国球乒乓球立于世界不败之位的霸气回答啪啪打脸美国记者。现如今他出马中国篮协主席，但在上两轮的 CBA 联赛中，关于裁判的判罚争辩不下，尤其是山西与新疆还有北京与广东的比赛中，裁判对球员踩线接球的判罚让球迷和球队争议非常大。